啊，各位啊，今天要来跟各位介绍一下，你如果有入工会的话，那你工会你可以来奇眼这边，这边有一个血盟商，应该大家都知道，那你就来这边看哦。那这个你有机会要来买哦，这个 NC 绿色的 NC 币子。那一般来讲，我因为长期在海鹰打那个啦。练功嘛，那我可能就会买这个，因为它是风属性的。那因为海鹰的怪都是水属性的，那我可能就是买这个吧。那你就把它，加一加吧。那好像最高可以加到三了，之前在韩版是加到二而已。它不会因为你现在目前是加六。然后他就，比如说不成功，他就爆了。他不会这样子，他不会这样子，因为他那个是另外计算的。你看他这样子都没成功了，大概是这样子。那记得来这边买哦。那 MCB 要接什么，那个我就不再多讲，反正就是任务里面的，还有你们血盟的这个任务哈。哦，那大致上，那如果网的话，你如果要那个血盟小屋，你就是来这边。那大致上是这样子，那祝各位打宝愉快。